分赛开始，那要说规则。哦，好，今天那个业务停泊的规则是，如果他从码头的方向右边直接进来，经过波科经过两台76尺的话，就开始计算时间。那如果说他从码头的左边过来的话，他船头经过码左边这边码头的时候，就开始计分。那从计分一直到最后一个绳子绑好。总共可是这样绑好，好，最后一个绳子绑好，总共需要几分钟？我好，先各自想一下，我算，我也想一下。12分钟，这么精准？还没到这个？没有啊，他还没啊。你呢？我觉得15分钟。15分钟。那我就抓16，车子16。那你觉得几分钟？现在在，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啊。我们是说他停船。哦，你说停进来多久吗？对对对。你说12。16。15。15。14。14啊！不要给他那边的人。我们加入，要不要加入？古船长停船要几分钟？5分钟哦。好，规则就是他从。不是，就是他从那边，就是从右边直接，从码头的右边开始。哎、欸，你干嘛还测风速哦？救命！从码头的右边，就是他从那船头经过76尺的时候开始算。那如果说他从左边进来的话，就是从船头经过那个码头的时候开始算。然后到最后一个缆车，他假如从76往下。没有，你就我们就是在没有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没有定论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要从哪里来。15，我才16，我15，12，14，然后14，考虑他怎么停就对了。对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我们就只有猜啊。绳子绑上，最后一直到最后一个绳子绑上。要等什么？
对。他猜十五了。猜十五，那你猜多少？我猜十六。他猜十二。十二。十七、十四，可以赌一样的吧？换赌一样。那剩十三。可以赌一样吗？可以赌一样的，什么意思？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太低。就等下 Andy 绳子一直丢不到。赌十分钟。对。他真爱。他好有信心耶。真爱啊，真爱。那我就绳子丢慢一点。没有，他如果不行，礼拜一定要停哪里？不是啊，因为如果他进来没对好，又出去，那要算时间。对啊。又出去再一次。对好，再出去，我们全部都输了。对，最高的那一个。十七。十七。没有赌东西我觉得他会重启一次。你说你会觉得他怎样？我觉得他会重启一次。